台湾为逢年过节应该安置供安置下年节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：逢年过节，春节前后的日子，用力。如我年节，菜市啊买物件的人就愈侪啊。越接近春节，菜市场买东西的人就越多了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